我是一个很懒惰写歌的创作人，如果不是他们的话，我不会写出《岛屿天光》这首歌。然后，另外还要谢谢北艺大，因为今天的机会其实算是蛮临时的。那我们的鼓手，他今天去日本家庭旅游，那临时也是从北艺大调来一位校友啊，先知玛丽的鼓手金昌。这场演出，其实我还是想要说明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过去会站在这边，我们现在此刻站在这边，还有未来只要需要我们，我们都会站在这边。我心中的台湾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，住着善良开朗的人。大联盟的圣头王来自台湾，李安来自台湾，还有更多更多令我们骄傲的人来自台湾。台湾应该是很美好的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的政府却一再用欺瞒、用恐惧、用威胁，甚至用暴力来压迫我们。现在眼前的台湾是个自卑的国家，是个没有自信的国家，是一个没有掌声的国家，不是吗？其实今天号召大家站出来的并不是学运的组织，也不是任何政党，而是坐在里面的马英九。我们不要活在这样没有希望的地方，我们不要活在这样子处处都是威胁和恐惧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坚强，变得更勇敢，直到我们的能力足够保护这个地方，直到我们的能力足够改变眼前的这一切。谢谢大家。不要再问我们要闹到什么时候了，站出来跟我们一起吧。等到天真的亮了，就是我们回家的时候。岛屿天光。是第几代？请将阮落花
已经是更加勇敢的人，听着江江歌，咱就大声来唱着歌，一日到希望的更山，就有多数归期的人，听着江江歌，咱就大声来唱着歌，到一个上山，就会使转去啊！听着江江歌，咱就大声来唱着歌，一直到希望的登山，就有多少未知的人。听着江江歌，咱就大声来唱着歌。就会使转去啊，天生是志气家，勇敢的台湾人。希望在我们所有人民的努力之下，我们可以好好守护这块我们共同珍爱的土地。好，那今天这场活动不是只有在凯道上面的我们，在立法院的伙伴们也正透过网络看直播，看台上台下的人，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掌声吗？看到今天有50万人站出来，他们非常感动，我们感谢大家，他们自己录了一段影片来感谢你们。影片放不出来，放网络，放网络。谢谢我们今天的集会活动。皮大哥，请放 VCR 可以吗？两牙杯。哦。今天的节目，今天的整个活动，我们快要接近尾声。那50多万人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达成了一个台湾最高规格的和平非暴力。那你们帮忙维持这样？对啊，知道，大家知道了。捍卫民主国号的文化，还有要求这个两岸统一这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我们的青年朋友，还有我们的公民团体，到现在为止已经奋战了13天。我们在这里邀请所有的这个参与这次行动的青年代表。嘉秀，好，那嘉秀。
柔、充满力量的台湾人，所有同学、所有伙伴，大家辛苦了，大家好。在国会议场里面，我们已经待了13天。在过去这13天里面，我们流过泪，在街上的同学们也流过血，受尽内心的煎熬。很多伙伴都说过，好想回家。我们可以，但是我们可以没有离去，坚持下来了，把国会守住了。在国会议场周遭，所有的同学露宿街头，风吹日晒，也在街头住了整整13天。我们的行动已经创造了台湾历史上永远不可能磨灭的一页。从占领国会那一天起，我们就已经写下历史。这个历史不是因为我们占领了国会，而是因为我们在占领国会的行动当中，对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、民主制度提出了最深刻的反省。我们的行动在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之间，我们也做了新的定义。我们告诉政府，台湾的未来属于全台湾2300万的台湾人民，台湾的未来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。